这片有情众生共享的家园，尽管在冬日，仍然映照着慈悲的暖阳。发挥慈悲，抢救生命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各位善知识，现在就讲续分。续，续分里面有通续，有别续。前面的六种成就啊，如是我闻以下，一直到好多的品中，也就是现在经文里面的通续基本两门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六种成就，这个每一部经开头都有如是我闻等六种成就，那么这个通义诸经，差不多每一部经都有的，所以叫做通序，通者统也。每一部经同由这个六种正性六成就来证明可信，所以叫做六种正性序通于诸经，所以叫做通序。那么对后边的发起因缘不相同啊，叫做别序。每一部经都有它的特殊的发起因缘，那个发起因缘不同，各个不同，所以就叫做别序。通序对别序讲，例如六种成就，这部经有，其他任何一部经都有，无论是金刚经啊，地藏经啊，药师经，无论什么经，前面都有这个六种成就，是通义诸经。别序不同了，这一部经的发起因缘是佛放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，由此发起啊。每一部经的发起因缘不同啊，比如金刚经是由这个托钵回来吃过饭之后，佛洗了脚打坐了，那么须菩提才起来请问啊，那么由须菩提发起啊。那么阿弥陀经没有人发起，释迦牟尼佛自己就对大众宣布说舍利佛啊，那么你知道从事东方从事西方有啊这个极乐国土啊，那么自己无问自说而发起。所以每一部经的发起因缘不同个别，所以叫做别序啊。那么这通序也叫做六种正性序，别序也叫做发起序啊，各部经的发起因缘不同，所以叫做发起序啊。而六种成就相同，和六种正性序是每部经大致相同的。还有一个名目，通序啊，也叫做经后序；别序啊，也叫做经前序。前后啊，
为什么通序叫做金后序呢？因为这段文呢、是阶级的人才把它安上去的。佛讲经那个时候没有这一段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有多少人听，这段文是在阶级经藏的时候啊，阶级的人才把它排上去的，还没有阶级之前这段文是没有的，所以叫做今后续。而发起因缘是在当时，发起因缘是每一部经要说的那个时候，将说之前就有这个发起因缘了，所以叫做经前序。这一部经的正宗将说之前呢，这个序分就有了，因此啊，别序也叫做经前序，通序也叫做经后序啊。那么这个通序别序有这么三个名目，通序别序一个，正信序发起序第二个，今后续今前续三个，这个虚分呢有这三种名目。那么现在就先讲虚分通序，先讲通序。通序的经文没讲之前呢，要先讲这个六种成就，为什么每一部经开头都有这六种成就啊？那么这个所谓六种成就啊，第一，如是两个字，就是性成就；我闻两个字，就是闻成就啊；一时两个字，就是时成就；第三，佛这个字，就是第四，说法主成就。简单叫做主成就，说法的主人就是佛，说法主成就。在某某地方，例如这部经，佛住王舍城七血夫山中，说出这个讲经说法的地方，那是第五处成就，处所讲经的地方处成就。第六，多少听众，声闻多少，比丘多少啊，菩萨多少，天人多少，那些很多很多的听众啊，那就是第六众成就。每一部经都有这六种成就啊，只是文字多寡不同而已，列众多少不同而已。最简单的像金刚经啊，只是简单的列出六成就，没有详细列出听众的名目，那是最简单的了。这部经的听众是列的很多的啊，为什么每一部经都要有列出这六种成就的啊文字呢？有四种原因，有四种原因。第一，尊佛遗俗，这是遵照释迦牟尼佛临将要入灭的时候啊，在沙罗双寿下，佛在八十岁将入涅槃那个时候啊，最后的嘱咐说佛经应当开头要啊安上如是我闻的六成就。这个原因啊是这样子的，释迦牟尼佛到了八十岁啊，以我们中国佛教来被传的说法的习惯，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八十岁的二月十五那天半夜入涅槃啊。那么佛将入涅槃的时候啊，那么佛弟子们心里都很难过了，正阿罗汉国的比丘们，那么他们已经没有这个喜怒哀乐的这种的情况，只是觉得佛为什么这么快就入灭呢，有这种的观感而已。还没有证阿罗汉果的那些佛弟子们还有喜怒哀乐啊，这个烦恼种子还存在，就会升起现行呢，
看到佛将要入灭啊，心里就很难过，痛苦流涕的有的是啊，尤其阿难。阿难尊者出家以后就做佛的侍者，侍候释迦牟尼佛，佛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是跟随在身边的，最接近于佛的人就是阿难。那么阿难当佛的侍者当了二十几年，那么最后看到佛将要入灭，当然心里特别难过了，比任何人都要难过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心里很乱了，都在痛哭啊。那么当时有一位无贫尊者，就是阿耨罗陀，阿那利，阿耨罗陀啊，他是阿罗汉。那么当时就对阿难说：“啊，阿难啊，您这个时候不能哭啊，你老是在这里哭不是办法呀，啊，佛将要入灭了。”我们很重要的事情赶快要请问了，这个时候不问佛入灭之后就没有问的机会了。阿难说：“我心里很乱啊，我心里很乱，我想不出要问什么了。”阿耨罗陀说：“你想不出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有四样事情非常重要，赶快要问啊。”他说：“哪四样呢？”阿耨罗陀就教他说：“第一，佛在世时依佛为师，佛灭度后啊，以谁为师啊？彼此都是师兄弟，那么谁是我们的师父？这是第一个大问题，有的请问。第二，佛在世是依佛为住，这个住啊，指心的安住，不是指身体之住啊，不是指住的地方，是指这个安心的地方。佛在世，我们大家的心就安在佛的上面。”佛在世是依佛为住，那么佛灭度以后，我们的心要安在什么地方呀？依何为住啊？这是第二个大问题。第三，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些调皮捣蛋的比丘啊，有名的六群比丘，六个比丘组成一群啊，一个小团体。这个六群比丘啊，专门调皮捣蛋的，有的贪心重的，有的嗔恨心重的，有的愚痴心重的，奇奇怪怪的。他们六群比丘啊，差不多可以说，比丘的250戒呀、啊，都是由他发起的，都是他在弄出来的。假如没有六群比丘啊，比丘戒不会那么多，恐怕不到20条，啊。那么这个调皮捣蛋的六群比丘啊。佛在世的时候他只有怕佛呀，他可能假过年了把人弄我们家哦，他听到佛的声音他就不敢咳嗽了，他就乖乖了，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不敢动。但是将来佛入灭了，这些调皮捣蛋的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对付他呀？这还得了啊？所以第三，恶性比丘啊如何制止，这是第三个大问题。第四，这就是现在要讲的重要的地方了。说将来释迦牟尼佛入灭了，他说法49年，说的佛经很多啊，当时都没有笔记啊，大家都是把它默记起来呀、啊，背起来而已。那么将来佛入灭之后，必定要结集呀、啊，把它编辑成为经典。如果不结集起来的话，佛所说的法不久就要消灭掉，就要散失了。啊，因此啊，你得请问佛啊。那么所有的佛经啊，结集起来的时候，每一部经的经首啊，当安何字？用安什么样的字样啊，表示这是佛法？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外道的经典呢、啊，他有他的一套啊。这是第四。那么这四样事情当中，只有第四啊，才是现在要说的了。前三种是附带的。那么当时阿难就按照无贫尊者的教导啊，就到佛的面前礼佛之后就跪在哪里问佛了。他说：“世尊呢、啊？那么现在我受无贫尊者的嘱咐啊，有四样事情要请教于佛啊。”就把这四样一一就说出来了。第一，佛在世是依佛为师，佛灭度后依谁为师啊？佛答复说：“依戒为师，佛所制定的戒法就是你的老师了。戒就是佛的法身，
就是佛永久在世，所以这个佛遗教经开头就说啊，佛灭度以后啊，佛弟子应当要尊重尊敬波罗提摩沙，波罗提摩沙就是戒啊，就是一戒为师，当时持的是鲁大师啊，说这个波罗提摩沙的戒就是我们的大师，所以佛在世是以佛为师，佛灭度后啊就得一戒为师了，戒就是我们的老师，所以佛法以戒为宗啊，先说戒者在前座，后说戒者在后座，以戒论次序，不以生年论次序，这就是一戒为师的意义。第二，佛在世时依佛为主，佛灭度后依谁为主啊？依佛为主。佛说以四念处为主，三十七道品的第一四念处，他说你就把你的心安住在四念处中，那就是佛的法身啊，你能常观四念处，四念处啊，那就是等于依佛住一样的。所以偶一大师说啊，不修念处灰啊，徒诵木擦边，木擦就是波罗提木擦，你要持戒啊，假如不修四念处好像没有成果啊，那你送的四这个持的戒也没办法持好啊。他又说如果不修四念处，没有念处的智慧啊，着袈裟如木头翻，他说出家人如果不修四念处的智慧，不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性无常，观法无我，不修这四念处啊，那你穿袈裟呀好像木头在木头上挂上这个床幡一样，那么那就显示出家人佛弟子，尤其出家人假如不修四念处啊，那就是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，那么这个身体变成跟木头一样，穿袈裟好像木头挂上床幡啊，那就显示没有灵魂了啊。所以四念处啊是出家人佛弟子的灵魂，尤其出家人我们中国佛教是有很可悲的地方啊，就是普遍的不修四念处。什么叫做四念处都莫名其妙啊，那么因此之故啊，木头幡到处都是，到处都是木头幡，我也是其中之一啊。假如学佛的人都晓得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性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假如这个四念处会修好的话，世间的名利还动摇着他吗？世间的那些名闻利养对他还有办法吗？还有能动他一丝好吗？那么能够会被世间的名利所动的，就是因为没有修四念处，没有念处灰啊，就是好像没有灵魂的出家人啊。纵然穿上袈裟，穿袈裟是持戒，穿袈裟持戒好像木头挂床幡，多严重的问题呀、啊！所以佛在世时，大家依佛为主，心安住在佛中啊，那么心安理得，心就自在了。佛入灭之后，这个心就安住在四念处中，常常观身不净，常常观受是苦，常常观心无常，常常观法无我啊，具备这四念处，那么声闻法开头修行就修这四念处啊，那么一直到修四地十六行观都是以四念处为开头，显示这个四念处啊就是入道的第一门呐 啊这个所谓这个不净观素习观是佛法的二干入门，观身不净就是不净观啊，就是二干入门之一啊啊。因此之故佛说也要以四念处为主，把心安住在四念处中，那这个出家人这个佛弟子就有灵魂啊。在家佛弟子当然也是要这样学习了，但是出家佛弟子因为住持佛的正法啊更为重要啊，所以佛在世时依佛为出，
佛入念以后啊，就以思念处为主。第三，恶性比丘那些调皮捣蛋的六群比丘怎么样子对付他呀？佛说莫兵制之，莫兵制之，莫兵简单说呀就是不理他了。他跟你找麻烦的时候你不要理他，你好好啊自己把行修好啊，建立自己的道德学问啊，那么只要你自己做好了，别人他是如何如何你不管他啊，他就没有办法无奈你佛了啊。那么因为你不会跟他对啊相对的这个出问题吗？那么他单是这个调皮捣蛋的这个一部分人，他也不会有什么办法的，所以要以莫兵制之啊。那么这前三种是附带同时说出来的啊，也不要说第四，就同时就说前面三种。第四，佛入面以后结集金藏啊，每一部经开头就要啊安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说的这部经啊，那么就是要把这个六种成就啊啊编上去写在经的开头，那么人家一看哦知道佛是在什么地方讲这一部经的啊，那么这样子可以证明啊佛说的啊，可以升起信心，那么可以正信。所以每一部经有这个六种成就啊啊，有如是我闻等这个文字，就是由佛的遗嘱。佛临将入灭的时候嘱咐说啊，将来结集金藏，金手就按如是我闻等六成就，那么这是尊佛遗嘱的原因，这是第一。还有三种的原因简单说说。第二，断众疑，佛入灭了，释迦牟尼佛二月十五入灭了，入灭以后啊两个月，四月十六开始结下安居了。从那一次在七叶窟结下安居的时候啊，当时比丘众的上首摩诃迦摄啊，也就是印度第一代祖师啊，领众在这个王舍城的七叶窟毕波罗窟啊，在领导五百阿罗汉在那里结集三藏啊，开始结集了。在结集三藏的时候，当然有无量人天大众在哪里围绕听啊，那么开始先结集金藏。要结集金藏的时候啊，大家就公推阿难了，因为阿难是多闻第一啊，啊佛法如大海啊，流入阿难心，这是迦摄赞叹阿难的话。他说佛法像大海水那么多，通通流到阿难尊者的心里面去，因为阿难他是多闻第一，多闻四，凡是佛法给他的耳朵听过一遍，通通不会漏失，一个字也不会漏掉啊。那么有人说阿难是啊听见佛不过是二十几年，前面有二十多年没有听到他，那他怎么结集啊？这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阿难要做佛的侍者的时候啊，他就对佛有这么一个条件，说过去二十年来没有听到的佛法呀，希望佛在有空余的时间呢、啊、要重说一遍给他听，这是一个说法。第二种啊是说佛以神通三脉，以这个多闻的三脉的智慧啊加倍阿难，让阿难呢、啊、在定境之中啊闻到佛在过去二十年来所说的法，好像看电影一样，好像听收音机一样，一模一模清清楚楚都听得啊，留在这个心里通通都记得啊。这个第二种说法是很有可能的，如果以世间法的方式一一重讲啊，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呢、啊？啊，所以用佛的神通伟力，以伟德，以他的三脉的加持阿难，让他在定境之中啊，刹那之间就可以听到过去二十年的法，通通流到阿难心，是有可能的，啊、嗯。那么因此结集金藏的时候啊，最先就阿难尊者登座了。阿难他本来在佛入灭的时候还没有证到四果阿罗汉，因为他当侍者呀，佛不要阿罗汉来侍候他，
你不要以为成佛了，但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最了不起，十八界第一啊，那么他就可以受任何人的供养。可是佛大慈大悲，他不接受阿罗汉的侍奉，不让阿罗汉来当他的侍者，所以阿难呢，他在当佛侍者的时候，顶多只是二国，二国。在楞严会上证道，出国到二国就停留住了，啊，一直到佛入灭啊，他还没有证三国，啊，当然四国更是没有证道。那么临江要结集三藏的时候啊，结集经藏必定要阿难，可是阿难还没证国怎么办啊？要结集的前一个礼拜，迦摄就去啊叫阿难，他说现在要结集三藏啊。您是多闻士，必定要你参加呀，那么开会的时候就把这个阿难也请到这个会场里参加开会，就是将要结集之前的筹备会吧，那么阿难在大众当中啊，这个迦摄尊者叫他难看，就当场就说，我这里499个统统都是阿罗汉，只有你是一个学人，还没证阿罗汉多，你没证阿罗汉，你出去。你不能在这里，当场把他赶出去，没面子啊，很没面子啊。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不用这种方法，阿难不会证果的，他不会证果。怎么用这种方法把他赶出去？赶出来，他非证果不可。好，你啊、认为我没证果，不能在这，我就下功夫给你看。那么，因此从那一天回去就开始了，在自己的疗房里好好下功夫修行，啊。一直到第七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啊，实在用功的太累了，太累了，非休息不可了。他又不想休息，因为还没证果，不证果不能参加结集啊。那么明天就要结集了，我现在还没证果，不睡又不行，睡也不行。那么不得已，只是到了这个巡床啊，将想要躺下来休息一会啊。正要躺下来的时候，他的精神还在用功。还在继续用功啊，那么将要躺下来，还没有躺到床上，没有躺下来，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证阿罗汉果，所以阿难呢，他是离开四威仪证阿罗汉的，有人是坐着证阿罗汉，有人站着证阿罗汉，啊，有人走路证阿罗汉，有人躺在床上饿阿罗汉，可是他四威仪都没有，因为他刚要躺下来。还没有要被堕落去哦，还没有到这个席子，还没有告诉到席子，也不是坐，也不是睡，也不是行啊，也不是住，离开四威仪，那个时候突然之间证阿罗汉，一证阿罗汉国呀，什么疲劳都没了，最好的解劳剂。那么证阿罗汉之后，他半夜就跑到结集的七叶窟去了啊。他在门外就叫门了，那么里面摩诃迦摄就答应了，是谁啊？他说我是阿难，我现在要来参加异常。他说你证果了没有？没有证阿罗汉不能进来的。他说我刚刚证阿罗汉。他说你既然证阿罗汉，就用不着开门，从钥匙空进来吧。如果你是证阿罗汉果，当然有神通啊，有神通啊，就可以变大为小啊。啊，对一个小小的小虫啊，就可以从那个钥匙洞里面爬进去，啊，那么他这个阿难呢，就是显他的神通就进去了。第二天就开始结集，结集的时候他一伸桌呀，因为要结集经藏的功德很大，就会感受到他的身相啊庄严无比，跟佛的相貌一样。他一坐在法座上，还没有开始结集，坐在法座上的时候啊，大家就升起三种疑问。那些人天大众一看到这个法座上坐的这个这么庄严的人，第一个怀疑呀、啊，哎，那法座上是谁呀、啊？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重复起来了？第一，疑佛重起，可能是，佛。从他的这个入灭之后啊，长极光中又重现人间，要说话给我们听吗？有人想，不对，佛不是小孩子，
怎么可以这样开玩笑啊？走了两天又回来啊？不是吧？啊、哦，毕竟不是佛重来，不是衣服重洗，这个不能建立。那现在座上是谁呢？有人想，可能是他方佛来吧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佛了，他方世界的佛怜悯我们这些苦恼众生，啊，要来说话给我们听吧，是不是他方佛呢？有人想想，不对，不可能，他方佛我们没有请他，他怎么能够随便就来呢？不是他方佛来，那么不是他方佛来，这两种都不是，不是佛重启，也不是他方佛来，那么现在法座上是谁啊？有人说，听说阿难是多闻第一，也许是阿难成佛了吧，这第三个疑问啊，这三种疑问，疑佛重启，以他方佛来，怀疑阿难成佛，有这三疑。那么这个阿难尊者接集的时候，一开头一说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一时佛住王舍城，啊，多少人听？如是我闻一说出来，三疑顿失，三疑顿失，三个疑问整个消失了，不是佛重复来，也不是他方佛来，阿难也没有成佛，只是阿难结集金章啊，刚刚坐在法座上，感受到这个庄严的相貌。那么这个如是我闻一宣布啊，三种疑问，大众的三种疑问顿时就断掉了，所以叫做断众疑，这是结集当时的情况啊。那么以后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，这是第二断众疑。第三细争论啊，仔细争论，为什么要细争论呢？结集经藏五百阿罗汉，大家都是阿罗汉，同样证果的，尤其阿难是最后证果的啊，应当他是最后一个，为什么让他坐在法座上讲经啊？那么大家师兄弟必定会有发生争论啊，可是他这个如是我闻一宣布啊，大家都不敢争论了，争什么？他是替佛宣扬，他把过去听佛说的法呀，现在重复把它选出来说出来，给我们大家做笔记，把它记下来，成为佛经流通世间，他是在结集经章啊。既然是结集经章，不是阿难自己在说法呀，这个不能争论，所以大家想要争论的心情啊，当下止息了。这第三细争论，这是当下的第一。第四意外道，跟外道的典籍不一样啊，古代的著书里面都是这样说，说外道，印度外道的经典呢、啊、他们也有他的经典呢、啊，外道的经典呢开头是两个字，欧两个字，欧两个字啊，就是有跟无了，有无两个字。外道的知见呢，不是有就是无了，不是无都是无了啊，外道只有这两种知见，所以他的经的开头啊，欧两个字。那么我们的佛法一开头是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某处，这是证明是佛说的，跟外道不一样，所以意外道用六种成就摆在经的前面呢、啊，显示跟外道的典籍不一样，所以为了要意外道，所以佛经开头有六种成就的文字，就是有这个原因，这也是当时啊跟末世都有利益，显示佛法的特殊的文章啊，一开头都是如是我闻啊。不过这个如是我闻呢、啊、这一句在古代的翻译，东晋之前呢、啊、古代的翻译也有不同的翻法，有些啊翻作我闻如是，有些翻作闻如是，还没有整个完全一致的翻作如是我闻。
完全一直翻成如是我闻呢、啊，那是从鸠摩罗什三藏，就是翻译这部《法华经》第二次翻译的鸠摩罗什三藏翻译之后，才完全定下这个规矩。凡是佛经啊，这个六种成就，第一句都是如是我闻。那么汉朝末三国时代乃至西晋的翻译，有些翻作闻如是，有些翻作我闻如是。就是这部《法华经》的第一次翻译，西晋啊，这个主法副三藏翻译的这个《正法华经》开头第一句啊，也是闻如是，啊，并不是如是我闻，是鸠摩罗什以后啊才成为定型啊。开头第一句是如是我闻啊，那么无论哪一部佛经，就是后来的新译家啊，唐朝的玄奘三藏，他所翻译的佛经也是一样的，每一部经开头都是如是我闻啊，这就是六种成就的开头。那么佛经都有如是我闻的六种正心啊，是由这个原因来的，就是由上面四种原因，这四种当中是第一种尊佛遗俗最重要，最啊最最有意义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其他二三四的三种啊是附带说明的。那么讲到这里，现在要先说明这个六种成就的意义啊，六种成就的意义。如是是性成就，我闻是闻成就，一时是时成就，佛是说法主成就啊，住王舍城啊，其血窟山中，这就是第五说法的地方处所成就。与大比丘众以下的科判，那有很多的大众，那就是众成就，这就所谓六种成就。佛说他毕竟要具备这六种因缘，这六种因缘有一种不成就啊，法会就不能成就了。第一如是两个字表示信成就，当时大众都信佛了，都学佛都信佛啊，大家都信佛嘛，要听佛说法，所以对佛都有信心啊，那么这个法会才能成就。第一信成就，第二我闻的闻成就啊，要有希望，要闻要听的心啊。你纵然信佛，你不想听，比如说我也信佛，我也知道这个地方讲经，可是你不想听或者是没有时间听，都没有办法啊使这个法会成就。第二要闻成就，那么纵然你也信也想听，可是要有时间呢。第三要时成就，假如没有时间，没有一个说法的时间，那么这个法会怎么成就啊？啊，佛说《法华经》的七年时间，有他说法的时间成就。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经，要利用星期天，这也是为了要时成就。假如您不是用这个星期天，大家都在上班了，那我如果要讲的话，就讲给这些桌子啊凳子啊，叫他们听啊，我又不是道僧啊，道僧法师嘛，他能说法时这个顽石点头，我没有这个力量说到这个桌子凳子点头，那么我哪里有这个时间，哪里有这个能力在这讲给桌子凳子听啊。第四的说法主成就，这最重要的了，前后五种条件都具备，世间如果没有佛，你想要听法也听不到呀。那么就是以我们现在讲经来说，星期天大家有时间，我要听经，假如我没有在这讲经啊，那你想要听法也听不到啊。不过现在有个方便了，可以听录音带啊，哦，说法主在不在无所谓，录音带一开就可以听到啊。不过多少不大一样哎，我跨掉音了啊，没有看到脸呢，好像不大一样。所以现在有些人呢，听到我的录音带啊，他就专程来看我啊。我说错了，你不来还好，来了一看呢，见面不如闻名啊。那么因此他也不一定要有说法主成就，纵然前面四种条件都具备了，第五要有个说法的地方啊，我们不能在这个落地说法呀。
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的情况，当然有那么一个地方了，当然可能也是有讲堂的，比如在舍卫国就有大讲堂啊，那么有说法的地点啊，奇雪窟山就是灵鹫山啊，有说法的地点成就。那么这前面五种条件都有了，听众必定要不能太少了。佛说法的时候，你看看下面的这个听众，比丘众万二千人，菩萨更多，还有天龙八部，那真是无量人天呐，说不尽的听众。我们现在讲经也是需要听众啊。假如你只有三个两个，你叫我怎么讲啊？我就想挨困了，几十年前有个地方，有些在家居士也很发心啊，请了一位在家的会讲经的老师啊，说法给他听，请他讲经。可是这个在家人他事情总是很多的，忙不过来，有的时候听众慢慢少了。起初组织的时候啊，有20多人，可是慢慢越来越少了。有一天呢，少了只来5个人，来了5个，20多个来5个，少了1/4了。这位讲经的老师他一看啊，桌子一拍，没有6个人不讲，可一下他就不讲了，哼，这是一个笑话。因为这个讲经的人很奇怪，他如果觉得这个听众少了，他好像演戏没人听啊，演戏的比那个看戏的多，哼，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这个听众如果少，他提不起精神来讲。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缺点，假如没有听众啊，我就是脑子里面道理再多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他就不肯跑出来啊。所以这个电台要我去讲啊，我没办法，看不到听众啊，看不到听众啊，对着那个麦克风讲话呀，那我不想讲，我讲不出来啊。20年前曾有一位老菩萨，他因为年纪大了没有办法来听经啊，他要我讲个阿弥陀经录音给他听，我起初糊里糊涂就答应下来了。答应下来回来自己拿着他的录音机就讲给他听啊，这一部阿弥陀经啊不到5个小时就讲完了，没有东西讲，讲不出来，讲就是用念的啊。那么讲的不好啊，把录音带拿给他听，他一听那没穷样哎，不一样啊。为什么不一样啊？因为跟我这个有听众讲的跟那个没有听众讲的就不一样。有听众讲的他有好多这个调味料，好多调味料听起来蛮有精神的。这个没有听众讲啊，就是一碗白饭吃不下去了，就变成这种情况。所以必定要有听众，6种成就了，1种也没少啊，才能够使这个法会成就。那么讲到这里，6种成就的意义大致也差不多了。现在来讲那个续品的续，续品的续啊，这个28个品目啊，这第一就是续品，续品就是续分，续什么叫做续啊？头续啊，端续，就好像啊，这个蚕呢、啊，蚕丝啊，古人这个。用这个煮蚕来抽丝啊，像那个蚕丝啊，找到那个头绪才能够把这个蚕丝抽出来，才能够按照顺序抽出来，这叫做头绪。凡是找不到头啊，就是盲无头绪。现在这个续品啊，这一品为什么叫做续品啊？它有3种意义。第一，它前面有5种成就啊，就是第一颗啊，信闻识主处，这5样事情观在经手，这是叫做次序啊。那么以后佛放光现6种的瑞香啊，那6种的瑞香啊就叫做由序啊，因由的由了，发起的因由就是由序啊。后来弥勒跟文殊互相问答呀，那就叫做正，要做正中分的拢音呐、啊，正中分又开头了啊，为正说的拢音，那就叫做叙说这个正中分将要开头之前的发起，所以叫做叙说，有这3种意义，所以叫做叙。平啊就是瑞，印度话八旗，
翻成中国话就是类型啊。所以虚头的这一类的文字啊排在最前面，所以叫做续品啊，这批经通通都是续头，所以叫做续品。这个续字啊，现在这个科判的续跟经文里面的那个续呀、啊、写的不一样，从前都是跟科判的续一样，那个科判的续啊是详细的续。古代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，学校叫做详序，学校叫做详序啊，周朝的学校叫做详，商朝的学校就叫做序，夏朝的学校就叫做校，现在的学校的校，现在的学校叫做校啊，是承接夏朝的习惯，承接夏朝的习惯，所以叫做校，也不叫做详，也不叫做序啊。我们留到下次再讲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，夏鹏。是中华国际诗石协会，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诗石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，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，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，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富山画鸟记，郑老板心地非常善良，
他尤其喜欢天空中飞舞的鸟雀。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啊，鸟语花香，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。我爸他最喜欢鸟雀了，而这片树林每天都会有大量的鸟雀飞来聚集，所以这里也成为了我们家野餐的必选之地。郑老板喜欢鸟，我早就听说了，所以今天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件特别的礼物。哦，特别的礼物？是的，你稍等，我这就去拿过来给你。好美妙的叫声啊，郑老板，这个礼物你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哎，你是要将这只鸟送给我吗？是啊，郑老板，你不是非常喜欢听鸟雀歌唱的声音吗？这只鸟的叫声可是最好听的，所以我才买下来送给你。哦，谢谢。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郑老板他最喜欢鸟了，你送给他鸟雀，他一定会收下的。可怜的鸟儿，在这个小笼子里一定闷坏了吧？小鸟，快飞出来，你自由了。郑老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啊？你听，它恢复自由后的歌声多么的动听。鸟儿只有在大自然里，才能唱出最美妙的歌曲。我老爸平时经常买鸟雀来这里放生，所以这里聚集的鸟雀也越来越多。真正喜欢鸟雀的人，是不会希望自己喜爱的鸟雀被关在笼子里的。没错，那些嘴里说喜欢鸟雀，却买鸟雀关在笼子里的人，并不是真正的爱他们的人。嗯，郑老板，你可真是个大善人呐。是啊，郑老板，难怪你的生意能越做越大，这一定是行善积德的福报啊。我放生他们，并不是为了什么行善积德，我只是真心的喜欢这些天地间的小精灵，希望他们能够自由飞翔，开心歌唱。几天后，郑老板驾车去外地谈生意，然而却不幸发生了车祸，他身受重伤，被送进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。医生，我丈夫怎么样了？他已经昏迷好多天了。郑太太，我们正在尽全力对他进行治疗。你们已经在这里守了好多天了，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家休息一下吧。你们放心，不管出现什么问题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联系你们的。是啊，妈，要是你再病倒了可就糟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家休息一下吧。嗯。几天没合眼的郑太太实在太累了，她回到家后倒头便睡，不知睡了多久，突然她听到了一阵咚咚的声响。哎呦，什么声音啊？咦，这只小鸟想要干什么呢？小鸟？他这是在做什么？谁知道呢，他一大早就在这里敲窗，都把我给吵醒了。小鸟，你不会是要来找我父亲的吧？可惜他现在不在家，难道你是想进来吗？妈，这只小鸟好像真的能听懂我们的话。好吧，那就打开窗把它放进来。嗯，如果我老公在家看到你飞进来的话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可惜他现在……啊！难道是我的错觉？那只鸟在办公桌上趴了一会儿后就飞了下来，它竟然像人走路似的一步一步地转向后面，然后沿着后面的楼梯朝二楼上去。这株桂花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了，
这只鸟似乎也很喜欢这株桂花。儿子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只鸟有些特别？的确有一些不一样。你爸爸他最喜欢我戴这副珍珠耳环，难道你父亲的灵魂附在了这只鸟的身上？妈妈，你这样猜测也是有可能的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请告诉我，家里的保险柜在哪里？难道他身上真的有我父亲的灵魂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你的父亲岂不是凶多吉少？妈妈，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啊？我小时候曾经听家乡的一位老人说过一件事情，说一个死掉的人化身成了一只鸡回到了家里，虽然他不会说话，但非常有灵性，善解人意，而且还能用爪子在一堆白米上写出字来。啊，如果是这样，父亲可能就会有危险。喂，医生，我的父亲现在怎么样了？你父亲病情很稳定的，你不用担心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是我太敏感了，谢谢你。爸爸他还在重症病房里，医生说他的情况还算稳定，不会出什么意外的。哦，那就好，看来是我想太多了。妈妈，不过既然这只小鸟这么喜欢我们家，那我们就收留它吧。就这样，这只小鸟住进了郑老板的家里。当郑太太和儿子去医院探望郑老板的时候，这只小鸟仿佛就像这个家主人一般四处巡视，而且令人吃惊的是，它似乎对这个家的情况了若指掌。太太，老板他有好一点了吗？哎，别提了，他还是老样子，一点要醒来的迹象都没有。妈妈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，爸爸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，过不了多久他就会醒来的。希望如此吧。这个小家伙在家里还好吧？太太，他似乎对我们家很熟悉，而且他最喜欢在老板的书房里待着。哦，妈，我总感觉这只小鸟非常的特别。是啊，或许是因为它很有灵性的缘故吧。妈，今晚我去医院好了，你已经好久没好好休息了，今晚你就在家里睡个好觉吧。那好吧，这段时间我的确太累了，那今晚就辛苦你了。我倒是没什么，只不过今晚我们家的佣人不在家，你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我会的，你放心。菩萨保佑，保佑我的丈夫早日醒来。然而当天晚上，郑太太独自在家，竟然真的发生了意外。就在她熟睡的时候，房间里发生了火灾。好，着火了！啊！小鸟，小鸟，你快醒醒啊！小鸟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今天一定会被火烧死的。可是你为了救我却牺牲了自己，真是对不起呀。喂，什么？儿子，你说什么？你父亲他醒了？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医院。
公，你好很多了。感觉有比较好了。事后